好，在疫情期间，还是要来传递人间佛教。我们看到、国际佛光会的波士顿协会所办理的线上讲座，日前由国际佛光会的世界总会美东区副秘书长永固法师，他来向学员分享他自己和星云大师的师徒经历。用生动的小故事分享星云大师在弘法道路上的点点滴滴。为了传递人间佛教，永固法师变身空中弘法先锋，在国际佛光会波士顿协会所举办的线上讲座，带领大家认识有着菩萨胸怀的星云大师。师父带给我们整个佛光山，在全球的弘化因缘啊，要把这个佛法弘扬啊，要让众生得度。分享自己与星云大师的过往经历，永固法师勉励佛光人同心同德，弘扬佛法，发展佛教本土化，将人间佛教传承下去。人间卫视美国波士顿综合报道。